最后是这个柱子，这个柱子我们怎么拆卸呢？我们先把打印头放回去。啊，能把那红色袋子帮我带上。对，塞进去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对对对，这个。这个呢？就这么放就行了。然后我们的打印厕纸，打印厕纸我们是140毫米，那打印胶具是98毫米啊，这差不多98毫米，这是我们是放在打印机里。还有一个红的，红的叫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轴，我们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啊，我们既然机器打印头和它要保持平衡，那我们就有一定的方向，如果朝这边的话，机器就容易倒。我们安装的图纸，放在这里面。然后我们这个东西是放在这里的，放在这里面的。这个是我们主机的一个支架，然后它的螺丝我们也直接放在这里面，最好有个袋子。我们放在这袋子里面的。然后我们的底座怎么拆呢？它是有四个预留孔给我们。这个我就不拆了，晚点在这上面直接可以安装。我省得再找了。这些同步器、感应器，我们放在主机里面。放在主机里面。
以免丢失。我们这个部件是放在一起的，我们先放在一边，这个是同步器上面，这个是同步器上面，这个东西我们也和同步器放在一起。同步器支架放在同步器支架盒里面。锁锁我们也放在这里面，这个红色的。然后我们这个也放进去。可以关了。